拿过去。哇，都是偷吗？谁要吃西公笋？公笋不要，放家族吧。还给我，是放家族，放家族。能放到我鱼池上和天鱼上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下我看，我跟你讲，我在他的身上，我怎么？为什么头发和头那么长？你惨了你！看一看，看看上你的那个照片有多少根？好，我打电话。一二三。哇！你的照片，那我们刚刚在大湖怎样下？你的照片在那边。那我们在。对，我看你大湖怎样下。啊，对对对。没有拍啊。对，没有拍。坐车的时候下。大湖没有。下雨啊？没有拍。都下雨。有。那下大了。下大了。那时候在大湖给下大雨。那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下大雨。对，下大雨下雨，刚刚出过。八个，我听到八一下。我没有比过，是吗？没有，是晴空。在晴空，我们在好不好？超高了哦！这个电弧，这个电弧，这个电弧。看那边，看那边，那边。好，不这样。明天上画好不好？难得你来，难得我来，我本来就会来啊。而且肖立伟就那个电梯一样拍一六零，是吗？你还叫我上看肖立伟。